中原地產的 Elsa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位於炮台山的豪宅臨海項目維港棟，四房雙套的間隔。依家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去參觀一下先啦。維港棟於2019年12月入伙，鄰近炮台山地鐵站，單位總數378個，屬於14校網。户型由一房至到四房双套连工作间及化妆间，单位配设有私人的电梯大堂，非常之有气派。大门的右手边是长型的客饭厅，这里还可以摆到两张梳化。走出露台望下个景观先，每日在这里都可以望到璀璨的维港海，真是值回票价。每日望着这个维港海景，真是好惬意。饭厅位置可以摆张12人的客饭台都得，客厅这边可以摆到张2人的大梳化。参观下个洗手间先，做了个浴缸。来到参观第一间的主人套房，这里摆了张2人床，可以三边落床。主人房都是望到180度的维港海，瞓在这里望着这个海，真是非常之惬意。业主做中了一排的衣柜，配衬翻米白色，空间感都好大噶。再嚟睇下个主人套厕，做咗浴缸，另一边仲有企缸。依家带大家参观大门嘅左手边，第一间业主做咗书房，右边做咗一个大嘅白色衣柜，楼底亦相当高。嚟到第二间房，业主做了一排的白色衣柜，配置翻简约的装修。这里放了瑜伽席和 cushion， 相信在这里做瑜伽和运动都是非常之惬意的。来到参观下第二间的套房，业主在这里摆了梳化，相信是作为客房。而大门那个位置呢，就做了一个大的衣柜。套厕是做了企缸，装修都好企理的。最后来参观下个厨房先，这里设备齐全，有蒸焗炉、红酒柜，相信适合喜欢煮嘢食的家庭客。来到工人房位置，业主做了杂物房，而工人套厕的位置摆放了清洁的物品。介绍完毕，多谢大家收睇。如果大家对单位有兴趣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